再次提一提家庭观众啊，投票啊，有5000蚊噶。系啦，跟住落嚟表演嘅呢一位咧，系香港史上最有份量嘅舞王啊！佢唔单止咧跳舞叻啊，连着裤都好有心得噶。系啊，因为佢出街着裤，翻工着裤，冲凉着裤，连去厕所都要着裤。哎呀，现场观众，你准备你哋嘅荧光棒啦，因为我哋舞台王者，佢一定系着裤城。聲我聽下先，咁啊，大聲啲，耳朵大聲啲，咁啊，熊中藏着一把火，这种日子不好过，把承诺交给你，把微笑当作信，却怎么也抓不住你啊，对你爱。着裤城都已经是假的了，他还要是东莞着裤城。但我想说呢，接下来这位呢表演嘉宾都很厉害，乐坛天后来的，但是他有一阵味。哎，我知道，一定是厉过你那阵一遮味。哎，不是要说到一遮味的话呢，可能呢會不会那阵味是刚才着裤城那阵汗味来的？不是跟着这位，他没有一遮味，他有一阵榴莲味，因为经常是榴莲在身边。其实我 boyfriend 介意，浓味道传送到指尖。从前共你买榴莲，时常徘徊在街市，你又嫌又生，再令我们反面。无从问苍天，命里的一切是电，城墙下梦想。同 J 粒喺度，當然要請埋啊！張富成一齊出嚟先，哇！多謝多謝，唔該曬你。俾啲時間兩位拉下票先。係啦，嗱，先同大家講一講啦，咁啊，大家快啲投票啦。咁啊，呢個泰國 J 粒係拉下票先啦。J 粒。唔係，其實我頭先睇完阿 Bobby 嗰個表演咧，對唔住，我都會投阿 Bob 一票，因為阿 Bob 個台眼太得意啦，太得意啦。唔係，而家我想講嘅，頭先咧即係阿扮呢個郭富城啊嘛。頭先我入嚟嘅時候咧，我見到啲記者朋友，問我：咦，阿波，你扮 Nego 啊咁樣？都係有少少似啊。喂，不過唔係喎，聽你把聲頭先嗱，我外形係似郭富城嘅。係啊，著富城啊，但係咧，你把聲係似阿詹叔喎。係喎。係啊。喂，可唔可以把
詹叔唱首歌啊！詹叔首本名曲啦，《滄海一聲笑》聽下。好啊！有少少掌聲啊，可以表演兩句啦，係嘛？滄海一聲笑，滔滔兩岸潮。哇！掌聲！哇！好放鬆。係啊！但我覺得唔夠啊，佢應該唱埋再跳埋。唔係，應該係咁樣。呢位咧就係唱《滄海一聲笑》加埋唱不完嘅舞步。好啦，準備 5, 6, 7, 8。滄海一聲笑，滔滔兩岸潮。雖然呢個係相當之好嘅表演啊，不過咧，嘉玲觀眾呢個唔計分㗎，唔係嘛？係呢個唔計嘅，亦都截止啦，唔好再投票啦嚇。係，我哋不如問下嘉賓評判嘅意見啦，睇下嘉賓評判先。小芳，你想俾評語俾邊個咧？係。我這個 like 咧係想俾嘉玲觀眾嘅，竟然睇完《著富城》之後咧都唔轉台嘅，多謝你哋。好啊，講得好啊，好啦，嘉樂仔，係你俾邊個咧？係俾阿成成嘅，尷尬，我尷尬係因為我見《著富城》係佢後面啲 dancer 係咁準忍笑咯。好 pro 啊！佢哋好專業，最專業嘅舞蹈藝員，因為一個都冇笑過，忍到笑佢哋。大聲啦！真係犀利，俾啲面個大聲，真係犀利，真係真係好有驚嚇嘅。因為咧，我覺得咧，除咗JW7 咧，我覺得你個名都可以叫 JW7 喎，係嘛？你真真㗎，七啊嘛，因為人如其名啊，真係。咁啊，唱得好好啊，唱得好。但係喺我驚嚇咧，係比著富城嘅。啊，點解啊？因為成晚好驚嚇就係你知啦，阿著富城咧上身好重嘅，你睇頭又大，個中間又大。但係咧，著富城隻腳好幼嘅喎，佢睇著跳得咁澎湃咧，佢冒住斷腳嘅危險嚟跳啊！同埋我覺得佢扮詹叔似個著富城。係啊！即係最奇怪嘅地方就係咧，我見到嗱呢件衫唔啱著，我知啦，係咪？即係太細啦。呢個假髮都好似太細啊！我真係未見過人戴假髮都太細你頂時。咁老實睇，真係似郭富城似咧，講多啲咧，差唔多，差唔多啦，差唔多。我哋咧投票結果出咗啦喎，我哋睇睇先啊！好啦，睇下究竟我哋嘉年觀眾投票最高嘅係邊個？著富成啊，定系 J 粒咧？哇！著富成86% 勝出，多謝多謝咁多位觀眾投票，多謝。其實咧，我哋逢星期一至星期日咧，都可以喺TVB 咧睇到《開心速遞》噶嘛。我好中意入邊一個角色噶，叫做大龍生啊。大龍生咧，今日都有嚟到噃。係啊，佢拋開咗大四喜，嚟到今日好似仲有嘢派。派乜嘢呢？派啲禮券俾大家。哇！我哋熱烈嘅掌聲，有請咧就係開心竹棒嘅大龍生。嗱嗱臨完派5000，再派5000，今晚這出將會。如若有運氣變好面，就有錢會喺你身邊。拿回家，日日開心幾遍。又派5000，再派5000，祝福各位觀眾，人人攞一片。唔係發夢確信看見，係有錢我喺你身邊。拿回家可興奮笑住入面，開心感覺永大。5000，最愛5000，今晚5000即送，回頭便知。男或女別快樂笑笑，你有錢到手已開始，全家熱讓心花開遍。又派5000，再派5000，即使有錢使下，令人開心啲。全放眼裏遠地風景，讓你錢到手這一天，拿回家可以。即刻感覺最好，不需等多30年，開心感覺永不變。多謝多謝 Dancers， 好啦，唔係淨係派 Q 牌嘅，有我大龍生喺度，當然咧，我一定會派錢。邊個想要5000蚊？頭先咧，其實我見到有一對朋友咧，好開心。一路睇一路笑騎騎咁樣噶，唉，就係呢一對啦，哇，著埋情侶裝綠色喎，
點稱呼你啊？我姓鄭啊。啊，鄭小姐啊，唔係鄭生你好，鄭生啊，依度5000元。嗱，問一條好簡單嘅問題嚇，究竟今日係星期幾？星期日咯。哦，咁啊，即刻送錢俾你啊，俾你交水費，俾你交電費，俾你交學費，俾你交管理費，俾你交埋係咩費都好啦。唉，派完俾我哋嘅現場觀眾，轉頭翻嚟，我哋派俾家庭觀眾。